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啤啤，今日我会做点心鲜虾肠粉。相信如果大家喜欢去饮茶的话，除了多数会点虾饺、烧卖、凤爪、排骨这些例牌点心之外，虾肠、牛肠、叉烧肠这些受欢迎的大路点心都一定不会错过呢。有没有想过自己家做？我们现在即刻开始吧。先做个粉浆，有四汤匙粘米粉，三汤匙豆面粉，四茶匙零粉，四分一茶匙盐，一又三分一杯清水，水分开几次落，搅拌均匀，等啲粉同埋水完全融合埋一齐。最后加二分一茶匙的油，再搅拌几下。我们等五分钟之后先拿去蒸，等粉吸下水，蒸出来会比较滑一点。准备两个平底的盘，我这个是9寸乘7寸，我们喷点油或者扫点油上去防黐底，大火滚起煲水。每次落粉浆之前都要搅下它，因为粉沉底要搅翻起。粉浆啱啱盖过器皿就得噶啦，小心摇一摇，等粉浆铺得平均啲。大火蒸一分钟，之后放两至三只已去壳去肠的虾落去，然后再大火蒸两分钟，等虾仁全熟。蒸好之后拿出来摊一分钟，会比较容易啲卷起。刮刀可以搽少少油，在边位解开，慢慢卷上。我卷得不是咁靓，不过都没影响到个完成品，一样好滑，好好味噶。其他粉浆都一样咁做就得噶啦。我呢个食谱大概做到四条肠粉，摊冻晒都好滑，唔会硬噶。嚟做个简单的甜豉油，有糖、生抽、老抽和清水，分量在荧光幕度，试味再调啱自己的口味。食之前淋翻啲甜豉油在面，咁就完成噶啦。顾住食，差啲唔记得录影添。呢个粉浆我系研究咗好几次，做咗好几十条嘅肠粉得嚟嘅，当然唔系同一日啦。好多谢我嘅啤啤成员做我嘅白老鼠，今次见佢哋食得特别开心，就知道个粉浆搞啱我哋嘅口味啦。你哋都试下睇下中唔中意？希望大家可以点赞、订阅啤啤厨房。分享条片俾中意食或者中意煮嘢食嘅朋友仔啊！非常感谢大家，我哋下期再见。